大家好 ，S 车道啊嘛，上次介绍咗嗰份啦，系啦，嗰份好旧嘅，系啦，咁啊，撇翻落去先啦，费事而家捞乱晒。咁今次咧都要介绍呢份机场快线服务指南，咁就系呢个西港岛线啱啱通车咗两个站啦，啱啱首两个站通车咗，未开啲西营盘嗰市嘅版本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仲见到一个绿色框喺度嘅，因为之后嘅版本都唔会再见到噶啦，咁啊。系啦，机场快线中环嘢、机场嘢，仲有啲车站喺度啦，系唔知边个站嚟噶啦，唔系好认得。嗯，咩 ？Who cares? Not me。咁啊，都系一样啦，入面入到嚟一样嘅。机场快线快捷可靠，咁啊五个站，十分钟班去由机场去到中环啦，咁啊系啦，香港站啦，唔知边个作噶啦。咁啊要24分钟啦，咁啊机场快线就同其他港铁路线连接啦，咁啊。罗旺角柱瞬间就到啦，咁啊由机场去博览馆就只需两分钟啦，即系全程廿六分钟嘅，不过佢唔会讲到好长咁啦，专登分开讲啦嘛，讲到好快啦，咁啊令你嘅旅程更加快捷，咁啊到英文啦 ，same thing 啦 ，nothing 嘅 ，nothing different 咁就系噶啦，咁啊嚟个香港香港岛嘅景啦嘅周界啦，我唔知点讲啊。咁啊，多种车票来往返机场啦，咁啊都系呢堆嘅啫，来回票、单程票，跟住再嚟嗰个八达窿，咁啊边度有得买啦？跟住来往机场嘅车费，嗱阵好狠添个鼻，咁啊头先有呢堆啦，都系咁嘅价钱啦，冇特别。咁啊之后旅客车票啦，咁啊我哋唔使理噶啦，游客车票唔使点理嘅，唔知点解会有啦，俾大陆人睇啩？有中文嘅咯。唔知道香港市民可唔可以買嚟做收藏嘅咧？好啦，咁啊呢份開始咧就開始變咗做呢個曲到乜噶，亂攻蝦米嗰只，即係完咗咯，冇撳走咁多角咯，幾傷心啊！一見到啦，呢個變咗轉車站咯，這個都變咗轉車站，這個好睇啲啊！這個佢呢個直落啊嘛，但係佢呢個竟然突咗出嚟再扮落康城咯，突出嚟再扮落康城咯，勁核突咯，對我嚟講係。完全睇唔順眼咯，我寧願佢呢度直插落康城，好似上水咁。唉，咁啊都係呢個咁嘅樣啦。咁下面咧就未有南港島線，上面未有觀塘線線，跟住咧仲有西營盤嘅，係啦未開嘅。跟住佢成日都對唔到焦嘅，係啦得啦。咁啊都係呢個藍色嘢啦，係啦，舊陣好似好多地方都見到嘅啦，跟住咧就珠海機場快線嘅乘客而設嘅服務，咁啊免費穿梭巴士，好似澳門嗰啲島城車咁啦，不過只係去機場快線嘅車站。咁啊即係羅湖機場有免費回程優惠啦，跟住之後機場列車有 WiFi 嘅啦，嗰時係啦，咁啊係近排先不停 sell 啦，咁啊免費接駁港鐵嘅服務，然之後咧就免費誠意區預辦登機服務，係啦，咁啊即係得頭兩個站嘅啫，青衣冇份嘅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咁咪睇下先，翻到嚟啦。OK， 咁好呢份嘢介紹嚟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